有很重要。我多啊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人家那个东京的？哇、哦，好，点阅率很高呢。东京的是什么？东京街头的 KJ 那些吧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拍。哦，点阅率超高的，十几万呢。哎，我。妈妈跟真的很纳闷啊，就说他什么都没有，然后点阅率超高的。连讲话都不讲。对啊，就这样子拿着一直走吧。然后他有拍那个六本木的圣诞节。可能特别惊爱景点。哎、嗯，拢惊市区啊，有。靠边啊。什么新宿啊？啊，黑色柴犬！我想到你那只狗。奇怪，你讲的那是一对啊！啊，你讲的那段是一对啊！我靠，啊，我无看。你讲是看那个？不是啦，有什么灯饰？灯饰？就这里啊！你不是说有那个吗？你不是传给我那个网址？有没有？看没？没看到啊。啊，这也钓。奇怪，怎麼沒看呀？应该会当行。1.8公里哦，不是跟你讲蛮长的。
啊？两个量级，他们才三四十 G 吧？什么东西？我说你录到顶，录到完了。不用了，没那么多了。大概四五 G， 不是五零啊，我还四 K 啊，蛮高的呢。四 K 的。四 K 还好吧？可以蛮大的。十几 K 了，没有啦。6K， 露营的话，现在就4K、8K， 8K 最高了。奇怪，那无看我骗你。还是情报有错，但是这里没有错啊。那个是破两个点，没有，你三个，一个是我看了一下，几个是巴黎、中港大排跟淡水，淡水是18号。巴黎、淡水跟这里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网页啊？现在都要看。无啊，这人大概加到底是一堆啊。你都行无头。还好啦，柴犬吗？黑色的。都比你大一只较大只。这个是谁啊？你一只较细只。我们细只细只，我这只。会啦，你哪会不准？我好佩服日本那个。安尼行两点钟呢，一点钟两点钟吼。这个水水，无安尼手敢袂酸。如果有刹车就上。无啦，骑手伫那里行啦。你的情报有问题耶，那都没看耶。拢无无水啦，
奇怪姓名是白底多的。嗯。中市到底是在哪里？左边右边，啊，左边右边，掉防守阵了，怎么还那么耗电？结束了。好嘞。